什么样的盆啊？太蓝了，这后面这个长得不是很好看。哎，这一小朵还行，然后这个又是啊，这就是头重脚轻的下场，真的得换盆了。我看看，伤着他们没有？还好还好，枝条也没断，还好还好没伤着。哎呀，真是现场翻车，真的得给他换个盆啊，换个什么样的盆啊？好可怜哦，你们被我摔着了，没心境。这个品种的话，我曾经夜插过，然后也成功过，都给我闺蜜了。但后来我听我闺蜜说，长着长着就死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种可能更适合扦插吧。好，这就是美信锦。小伙伴们再来看看我的这一颗小明星品种白熊，现在它的这个爪爪好看不？打着红色的指甲油，可妖艳了。你们的白熊今年夏天保护的好吗？昨天我直播的时候，有小伙伴说要看白熊，然后我就端过来给他们看了。啊，他们说他们的白熊都已经叶子掉光了，只剩个光杆杆了。其实你们经历的，我曾经也经历过。因为我这个白熊收到的时候，第一年也是不懂，夏天的时候拿去拼命的淋雨晒太阳，然后它就掉成光杆时令了。给你们看一下，它掉成光杆以后，刚刚长出来叶片的时候吧，因为掉成光杆时令以后，我确实没有心肠给它拍照片。这一张照片应该算是它后期长出一些叶片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啊，还是挺美的，那赶紧给它拍照留影吧，没准以后会长得更漂亮。所以说如果你们的白熊掉叶子了，不要着急丢啊。到秋天的时候，如果它又长出这种小小头出来的话，还有救的。只是说到秋冬的时候，你正是欣赏它的季节嘛，得让它恢复成长了，大概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吧。正常情况下都要八九个月它才长得枝繁叶茂的，才能欣赏到它的美。所以说白熊这个品种夏天的时候不要连续淋雨，也不要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它毕竟是带茎的多肉嘛，你们注意看没有，我这边大部分都是带茎的多肉，因为这边是玻璃盆嘛。你看这个也漂亮吧，皮是锦，然后彩虹我就直接放在另外一个桌子上面的。这一颗是伯克利锦，这个是杜里湾白菊，这是佛罗瑞安娜白菊。抱了一圈的手捧花出来。为什么我把这一颗玫瑰单独踢出来拍拍它呢？因为这是我最满意的一颗了，不管从它现在的状态还是颜色都是我最爱。看，然后有很多小伙伴说看到这个三地玫瑰的枯叶好想钻到屏幕里面来把这个枯叶给撸掉啊。实际上这个枯叶它是保护这个三地玫瑰的，而且你们不觉得有这个枯叶衬托着这个三地玫瑰更好看吗？你们不觉得吗？好漂亮啊。好了，小伙伴们，在这美美的三地玫瑰当中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视频咯。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拜拜。